好，欢迎收看亚范牛财经台的收市快递，我是钟婉婷。恒指低开140点，报24173点。内地公布出口数据理想，同时又恢复逆回购放水，加上特朗普不列中国为汇率操控国，人民币转强，利好中资股，带动恒指午后倒升，高见24378点。不过受到假期因素影响，尾段掉头回落到24200的水平。收市報24261點，跌51點。國企指數收報10204點，跌3點。復活節長假前夕，大市成交淡靜，只有671億。大灣區概念繼續發酵，相關的騰訊再創新高，高見233.8之後回軟，收報230.6。其他相關概念股亦都繼續有資金追捧。富力地产、越秀地产和招商局置地齐齐急涨，不过当中最瞩目的是中国恒大，股价好像坐过山车咁，朝头早开始破顶，高见8.78之后，突然在10分钟之内倒跌1.1%，低见7.71，之后又咬腰止跌，收报8.28，跌超过4%。另外，中标珠宝股强势。周大福上季銷售額和同店銷售同比齊升，加上有多間大行祝福，一度升上近兩年的高位，高見8.5，同時帶動同業向好，六福系表現最好，升超過8%。內地股市收市靠穩，上證指數收報3275點，升2點，深成指數收報10654點，升66點。創業板指數收報1910點，升12點。匯深兩地成交明顯減少，只有4931億。今日嘅收市快遞先睇到嚟呢一度，約定你下星期見。